宁波永江口外的七里屿，是一座距离宁波镇海七里的小岛。156年前，第一座灯塔在这里建成。在现代航海科技出现前，茫茫大海上点亮的灯塔是船只辨别方向的主要标志。浪涌之间的点点星火，意味着陆地、故乡和希望。中秋前夕，守塔人叶超群照例来到岛上，每隔一周他就要上岛守塔七天。喂 ，Hello，Hello， 哎，跟爸爸招招手，跟爸爸打招手，招一招 ，Hello， 看看后面，灯塔看见没有？灯塔。我们在岛上值守，经常会遇到台风啊、大雾啊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会在上面待很长时间而下不去。最长的一次我记得在岛上待了快一个月了，所以我们会种些蔬菜，那个时候就可以应急。虽然现在条件好了很多，但是岛上的生活呢还是挺枯燥的。然而想想过往的船只每天需要依靠观察我们灯塔才能安全的航行，你会觉得自己的付出还是挺值得的。80后的叶超群22岁开始守塔，是七里屿最年轻的守塔人。他的身上肩负着家族的使命。作为叶家第五代守塔人，100多年来叶氏家族守望灯塔的使命代代相传，从未中断。我本来是在油库里工作的，在22岁那年，家里人动员我到岛上来守塔，特别是爷爷，他非常的坚持。刚上来的时候确实不太理解爷爷那种心情。我和爷爷说，你和爸爸在岛上守了一辈子，这工作这么苦，你还让我上去干什么？我不去。但是拗不过爷爷这种执着的心啊。远处城市繁花似锦，眼前港口航船匆匆，0.03平方千米的七里屿，工作和日子岁月静好，也单调枯燥。面朝大海，叶超群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灯塔和自己的未来。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了，灯塔的作用呢其实也慢慢在减弱，但是灯塔我想它是不会消失的。也许我们这个职业会消失，守塔人没有了，灯塔完全变成自动化了，无人管理，守塔人从常住在岛上变为定期上来维护灯塔。但我想那种守护航路的初心是不会改变的。叶超群守护的灯塔与宁波舟山港隔海相望，这座位于中国海岸线中部的城市，是中国大运河南端出海口，东出大洋，西连江淮，转运南北，港通天下。宁波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翼的交汇点上，以全国约1/1000的土地面积，160/1的人口，贡献着约占全国80/1的 GDP和30/1的进出口总额。要窜头海三湾，追求成功就要出海闯世界。一代代宁波人在闯海的情节中长大，又一代代传承着闯海的使命和精神。宋元时代的宁波留存着海上丝绸之路先民们孤帆远影的探海背影，今天的宁波正在成为一带一路新一代闯海创业者的理想之城。我们的货什么时候可以安排？其实我去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做进口商品的商贸城，我都去考察了，但是到最后
我还是选择了宁波。郭晓在塞尔维亚生活了20多年，一直从事中国和中东欧之间的商贸。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重新规划了他的事业发展航线。几番思量，郭晓把事业的新航标选在了宁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全球贸易面临严峻挑战。在欧美畅销的中国小家电，因为疫情居家的需要，迎来了商机。凭借多年的信誉和贸易通道，郭晓经营的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有了新领域。因为宁波还是最有优势的，因为它有全国最大的一个港口，它的吞吐量现在是全国那个最高的，然后通过这个港口运输到宁波，然后再辐射到全国的各地。当然通过一带一路的延伸，塞尔维亚或者是中东欧的商品目前最优的选择是走海运。我到了宁波到现在为止也近3年时间了，在这3年时间感触也挺深的，从单一的产品到了多元化的产品，到多元化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在宁波也来做了不同的领域。与中东欧国家的全面合作是商机，也是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突破口。宁波正在成为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便利化检验检疫试验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标杆性合作示范区。港通天下是这座城市的骄傲，繁忙的宁波舟山港往来巨轮日夜不息，连续12年货物吞吐量排名世界第一。在港口之城的深处，隐秘着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文化瑰宝。南国书城天一阁，我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最古老的私人图书馆。背靠一座城的繁华，脚踏千年沉积的土地，层层书页间折叠着400多年的沧桑。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有关于宁波的那个海洋文献的一个书。我们还有海洋文献。一把锁，两个人，周慧慧和同事分别掌管着典藏书库的钥匙。只有两人齐聚，才能开启尘封的历史记忆，这是天一阁坚守不变的传统。天一生水，100多种珍贵的古代海洋文献典籍，是天一阁30万浩繁卷帙中的瑰宝。专门研究海洋风暴的风暴日期考，讲述中国沿海航线的锦鹿沿海水图行舟变览，叙述沿海岛屿的海岛礁屿变览，都是先人泛舟海上用生命凝结下的探海之旅。这是我们天一阁藏的一个清代抄本，它的主要的内容呢是从福建到浙江，从厦门出发，然后呢到宁波，沿途呢有哪些岛屿、暗礁、港湾，以及可以躲避台风的地方。那么可以说呢，它是闽浙两地之间航海的一个航海宝典吧。它是一个孤本，也就是说只有天一阁有藏，其他地方呢还没有发现。阁外人间烟火，即是繁华，阁内历史烟云，书香为伴。与古为友是周慧慧的工作职责，也是他对城市记忆的一种守望。在这座远离尘世喧嚣的精神灯塔中，拿起一本书，摩挲着泛黄的书页，如同抚摸着400年前的波涛，心游天下。因为天一阁被海风吹拂了1000年的港口，散发着书香，文明的灯塔烛照着一城繁华。城中的天一阁，海上的七里屿，
两座灯塔遥遥相望，共同守护着永江口长夜中不灭的灯火。凌晨两点，大多城市还在沉睡，宁波却早已苏醒。出海归来的渔船点亮了暗夜中的早市，整个城市弥漫着最新鲜的渔货气息。因为很多渔船它都是凌晨两三点到的码头，然后卸完货可能就五点六点这样子，就两小时交易时间，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这里挑最新鲜的货。徐杰，资深海鲜达人，在一家民宿工作，向八方游客介绍儿时记忆中的宁波味道，是他的工作，也是乐事。今天徐杰要挑选最新鲜的食材，为朋友们一展厨艺。老板，这鱼螺多少一斤啊？陆林市场，宁波市内最大、人气最旺的海鲜批发市场。每天凌晨，各类海货从东海渔民的船舱直达市场，鲜活生猛，品种齐全。这个鱼超级新鲜，这条就没有这条红。好嘞，过来过来。天龙支付大厦宁波，简称永。宁波菜也叫永邦菜，老宁波的船上人家在海上漂泊，三餐往往就地取材，简单质朴的烹饪方式一代代流传下来，于是不失本味就成了永邦菜别具一格的风味。红膏呛蟹是永邦菜的代表。螃蟹的膏已经满了，这边红色的基本上都看得出来。还有一个独门技巧，拿一块大石头，蟹盖朝下面，把它压住，差不多十小时。这个季节哎，现在是一个节，看看好吃。恰到好处的盐水带着海水的感觉，呛好的红蟹，蟹膏柔滑红润，入口即化，蟹肉嫩白，像果冻一样细腻清甜。红膏呛蟹将海的味道发挥得淋漓尽致，是胃里胃外一半是陆地一半是海水的宁波人的心头之好。欢迎大家来宁波，来干杯，干杯！自己随意吃哈。味蕾记忆在代代传承中成为一座城市，一个族群凝结在血液中的味觉基因。谁能想到历经沧海桑田，今天的盛宴与八千年前祖先的餐桌竟然享有着共同的食谱。那么河姆渡遗址地层在五米深的位置呢，我们就发现了海洋生物类的化石，这说明在一万多年以前，宁波绍兴这一带就是一片汪洋大海。井头山距离河姆渡遗址不远，与河姆渡文化关联密切，时间则更为久远。先民食用后丢弃的牡蛎、蛏子、海螺层层叠叠，再现了八千年前远古先民以海鲜为食的生活场景与家族盛宴。主要的可以说是70%以上的这个食物就是这种这些海产品。
其中的种类就是有泥蚶、有牡蛎、有海螺和有蛤蜊，这其中现在宁波人还常吃的那些海产品。河姆渡参道烹鱼，三江口以舟作马，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第一页留下了宁波的印记，印证了长江与黄河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明渊源。河姆渡遗址中先民涉海的木桨，见证着数千年逐海而居的追寻。长龙卧波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延伸着新时代因海而兴、跨越梦想的壮志。36000米长的钢铁巨龙蜿蜒入海，空向远方，绵延着城海相生的无尽想象，也成就着山海相依的无限可能。这段时间天气好了，太阳好、啊。它有点卡，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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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0米哦，大风速了。哦，封面的哦，这面好好的哦，咋露出来了呢？哦哟，露。啊，我刷的。哦，全部留下来了，人家了。大自然的宝贝了，精华。距离宁波市70多千米的四明山，远离大海，林深茂密，青山碧水，是宁波市的后花园。这里是年轻的养蜂人吕国栋和朋友们甜蜜事业的起点。原生态高品质的蜂蜜吸引着海湾对岸的上海客户。铁波要快了，我们要加快动作，下午还要去上海送货呢。我们包装包好，我们俩直接下午我们俩送过去好了。啊，快快快，我们今天要快一点了，来不及我怕。慢慢来，这个不能急，这个。那我们从杭州湾跨海大桥那边过嘛，人家客户电话好几个催来过了。好的。大桥飞架南北，杭州湾跨海大桥让宁波与上海间的陆路距离缩短了120多千米。刚刚收获的四明山蜂蜜，3个小时后就可以出现在上海的餐桌。这就是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发展速度。来四明山啊，5年多6年了。刚上来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信用卡刷爆脚，该借的地方也借了，说真的，人家看到我们瘟神一样，货卖不出去，包括我们产品也没人认可，人家都说我们的蜂蜜假的。但是我的产品，我要走向宁波，走向北上广深，那这是我的理想。创业的辛苦与酿蜜的甜美交织在一起，独特的气候条件和优越的自然环境，四个年轻人创出了四明山的绿色蜂蜜品牌。我们其实转机呢，2018年开始，上海有个客户找到我，他需要一个月大概提供3到400斤左右的槽蜜，我拿到54000块开车回来的，那时候回来那个开心啊。从勤劳和甜蜜开始的生态农产品，走出大山，越过杭州湾，抵达上海这座国际都市的消费前线。河海相生，山海相伴，运河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相会交融，滋养与昂扬着宁波人敢于尝试、开拓进取的城市精神。到了吗？
这个点蛮好的。校区是不是一定要好自己的行李，带好自己的孩子，到检票口依次排队检票上传。为了您和他，今天是叶超群下岛的日子，他跟父亲叶静虎相约去看望在老家生活的爷爷。对于守塔40多年的爷爷来说，叶超群接续家族世代传承的职业，成为守塔人，了却了他最大的心愿。老弟，哎呀，听见他来了是吧？他来听了。什么那草种起来休息了嘛，来看看呢。那能把哎呀看看呢？能个就比哎你这是嘞。虽然已经退隐前缘，但是爷爷叶中央依然关注着灯塔的发展，牵挂着守塔的孙子。都是这样子，可能哎呀，我那也在等他这个等我。你九头货币的话，就不接不接明白了，是吧？你把不要玩。对吧？不接，这东西到年纪轻啊，又到俺晓得。这个老已经，我见着老个已经等老个勾起来，你就做好了。我这老阿拉这边做的单位，他们老个。叶超群的父亲叶静虎，祖父叶中央，曾祖叶阿月，高祖叶来荣，叶家五代都是守塔人。139年，叶枕波涛，守望灯塔。用闪烁的光亮温暖了一个个航道，为汪洋中黑暗的孤舟呵护着光明与希望。爷爷叶中央21岁上岛守塔，40多年中每年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屈指可数。我爸呢，其实当时工作的时候呢，他一年才20多天的假期啊。我小时候就很少见了我爸，见到了也不太认识。对啊，是吧？是不是？所以那年呢，因为我是生他姑爹，我是有这种心理的。这好哎，这种心的好，这种心的多好哎，不如啊，是吧？为了这份责任和担当，叶家奉献了爱，更付出了牺牲的代价。灯塔照耀的这片海域，长眠着叶中央5岁时救人牺牲的父亲，还有40年前上岛探视途中因为海难逝去的妻子和女儿。永失我爱的伤痛，让这个家族更懂得守护灯塔的责任。一代代的守护，一代代的传承，聚少离多，甚至生离死别，都没有放下守护灯塔、守护航路的一份责任和使命。暗夜中的灯火，100多年间守望着逝去的亲人，更照亮着无数起航与归航的旅程。就是开始的时候，我叫他去，就叫他上灯塔去。我还是想仔细向你出征了，干这个灯塔。就是说大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灯塔就是几个国家的文物，国家的文物啊，你要看清好这个文物，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有时候坐在这儿面会回想起以前爷爷啊父亲啊那时候跟我说的一些灯塔上的事情，苦啊寂寞啊孤独啊，我觉得这个是灯塔的代名词。但真的自己工作之后，其实灯塔是给人以希望的，这个工作有背后的这种深层的这种意义在。在那个之后我才觉得守塔对我来说是真的有意义，才会想到要
要把这份工作要去怎样去做好。中国宁波，书藏古今，感通天下。在宁波，河姆渡的先民创造的远古文明绚丽多姿。在宁波，大运河三江口，河海相连，中国工商业史的百年辉煌历久不衰。在宁波，汇集大海般的豪情、信心与力量，正在全力打造“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撑点，推进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书写海洋强国的宁波乐章。赵翔顺天时，陈国泽聚精英，锐意进取，不懈拼搏，专注中式豪华邮轮产业的研究与开发，走向波澜壮阔的中国邮轮产业蓝海，开启全球中式邮轮文化之旅。